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类里面访问器的装饰器。什么叫做访问器的装饰器呢？大家可能对访问器啊有一点遗忘，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访问器。打开之前我们的上节课的代码，我把这块没用的代码删一删。这块我可以先留着啊。OK。然后我们上节课写了这样的一段代码。get name decorator 我先把它干掉，这块呢我先给它注释掉，可以了。这里面呢我创建了一个 name 属性，然后给 name 属性去赋值，然后去取这个 name 属性。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访问器的形式对它做一个修改。首先呢我让 name 变成一个 private， 也就是私有的一个属性。然后构造的时候我让 this.name 等于这个传进来的 name。那么现在我就不用 get name 这个方法来获取它的值了，我可以有一个方法叫做 get， 这个方法叫做 name 这样的一个方法，它的 return this 点下划线 name，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造了一个 getter， 也就是 getter 的访问器。有 getter 对应的还有一个 setter， 对吧？ setter 也是一个访问器。那我 set name 的时候也要你传一个 name 类型，是一个 string 类型，然后 this 点下划线 name 等于你传入进来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我就通过这种访问器的写法对我们之前的这个代码做了一个修改。好，之前的课程我们给大家讲了，对于一个类来说，我们可以给类啊增加这样的一个装饰器，也可以给类里面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有一个 get name 这样的方法增加一个装饰器。那其实我们还可以给类里面的这种访问器增加装饰器，比如说在这里我可以给 set name 增加一个装饰器啊，比如说叫做 set 或者叫 widget 点 decorator， 那上面呢我就可以写这样的一个 widget decorator 这样的装饰器。那这种访问器的装饰器啊，它的参数和方法的参数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参数都是指我这个类的 prototype， 对吧？第二个参数都是指我这个访问器它的名字，第三个参数呢是这个访问器的 property descriptor， 所以它和方法的这三个参数啊，访问器的三个参数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了这三个参数，我们就可以去写一些访问器的装饰器了。那现在我是一个空的装饰器，我先不管，先保存一下啊，代码格式化一下。然后我去创建这样的一个实例，我去打印 test 下面的 name 就可以了。当然在这个访问之前呢，我调 test 点 name 等于 123123 保存一下。好，现在呢我让 this 点 name 去等于123123123了。它的执行过程是这样的，当我调 test 点 name 的时候，它会走到 setter 这样的一个访问器，然后呢这个值会传给 name， 那 name 呢会赋值给 this 点下划线 name。 当我再去调 test 点 name 的时候，你去获取值的时候，它走的是 get 这样的一个 getter 访问器，那它会把 this 点 name 再返回出来，所以打印出的结果大家可以预测一下，一定是这个值，对吧？或者你这里写一个 dll 啊，它返回的值一定是 dll。我们运行 npm run dev， 果然打印的是 dll。 OK， 没问题。那么我现在可以把这个 decorator visitor 啊写在这个，就写在这个 set 上面吧。 OK， 我呢可以这么去写啊，在装饰器里面我们依然用 descriptor 点 writable，我们给它一个 false 保存。然后呢我去运行 npm run dev 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它就会报错，为什么呢？因为你 test.name 现在它是一个这种访问器，访问器上面你写了一个这样的装饰器，告诉它这个访问器啊是不可修改的。那么其实现在你其实是尝试对这个 name， 它会理解成这个语法啊，你是在尝试对 name 做修改，而现在你这个 set name 做修改呢它是不允许的，因为你的 descriptor 上面把 writable 制成了 false，
所以再去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它就会提示，哎，有错误，你这是一个不能去重写的这样的一个 setter 的东西，所以你去改变它，它就会抛出异常。那么其实访问器的这种装饰器，你也可以通过这种 descriptor 点 writable 对它的 descriptor 做修改，当然你也能拿到它的 prototype 和 k 值，也可以对这个访问器做一些改良。这就是访问器的 decorator 的使用方式。好，讲到这里啊，这节课基本上就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访问器的这种装饰器该怎么去写，包括 get 和 set 的访问器。但大家要注意啊， get 和 set 也就是 getter 和 setter 这两个访问器上，你不能给它都加这种 decorator， 它会去报错的。大家如果想理解为什么报错呢，可以看一下 TypeScript 官方文档上对这块的解释。但是理论上呢，如果我们在 set 上面用了 decorator， 那在 get 上面就不能用这种透明的 decorator 了。同时这节课呢，也带大家复习了我们访问器的使用的方式。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内容，大家加油。